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1951年美国拍摄的二战老电影《火海浴血战》，讲述的是二战末期盟军舰队攻击在太平洋中的一个由日军重兵把守的岛屿，然而日军动用火箭炮等重武器，整个岛屿顿时成一片火海，盟军伤亡惨重。曾经是退伍军人又因为战争重回部队的安德森，带领一个班的战士开始了对日军桥德堡的偷袭，并找出隐藏火箭炮阵地的准确位置。影片开始，吉弗兰中校向海军 B 队第一营训话，并下达了一个命令，因为岛屿的复杂性，美军不了解里面很多事情，所以要利用日本俘虏，无论什么情况都要看管好俘虏。老兵斯莱特曾经两次登上日本岛，而现在还活着，同样他也是一个酒鬼，他本想把酒瓶放在怀尼身上，结果却被长官发现。这个老兵是一个好战士，除此之外他一无是处，因为他是一个酒鬼。克罗曾经是一个学生，安德森中尉是他上学时期的化学老师，战争爆发之后他们都参加了战争。在医疗室里，现在的克罗已经崩溃，在之前的战斗中他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精神极度不稳定，他本应该退役回国，但是战争即将打响，没有人能送他回去。安德森中尉同样在学校的时候安慰克罗，因为克罗在上学的时候只要一紧张就会结巴说不成话，就是在安德森的鼓励下，他战胜了自己最大的阴影。同样，安德森中尉认为他那一次战胜了恐惧，克罗能再一次战胜，最终他决定跟随安德森中尉再次踏上那恐惧的战场。一转眼，运兵船到达指定登陆地点，两栖坦克缓缓进入海水，开始登陆作战。而此时安德森中尉的头疼病开始复发，克罗连忙去找医生，但医生说他需要的话会来找我的。按照安德森的说法，是因为自己在战场上过于害怕，想逃走又逃不掉，才引起的偏头疼。安德森中尉的小队有44人，可现在只有37人，他只相信活着，别的什么都不信。医生从回忆中醒来，他拿了一瓶治头痛的药物递给安德森中尉，但是安德森并没有接受，因为药物只是暂时缓解，不能彻底根除。登陆船已经到达登陆位置，在这之前美军火炮进行了火力覆盖，顿时整个岛屿仿佛都要炸裂开。于是在炮火的掩护下，登陆艇开始登陆滩头，由于海军的火力支援，陆军登陆滩头并没有遭到日军的抵抗。随着日军在岛屿上修建了许多暗堡，等美军的炮火停止之后，他们纷纷从暗堡走出，到达自己的射击位置。就在美军冲到暗堡前的时候，日军指挥官下达开火命令，顿时美军被打得无力还击，只能暂时趴在弹坑中不敢前进一步。既然步兵突击失败，那么只能派遣装甲部队支援。但是这次的坦克不是一味的发射炮弹，而是在这个年代研发出的钢铁火神喷火坦克大行其道，给了日军狠狠一击。白天的战斗很快就结束，到了晚上，他们在半山腰上挖掘隐蔽点，天空不时的有信号弹升空照亮阵地，唯恐日军会趁黑夜偷袭。由于海军还没有突破防线，这些士兵只能在这里等待，一连几天他们都不能挪动地方，甚至还有日军在远处不断的大声说话威胁美军。几近崩溃的美军士兵，他们只想尽快结束战斗，能早日回家和家人们团聚。这一天美军终于可以继续向前推进，上级要求他们在午饭前必须拿下前面的山头，他们依旧是不谈结合，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他们的噩耗，美军的头顶出现了呼啸而来的火箭弹，顿时在美军的中央爆炸开来，士兵们一个一个的倒下，有的人想躲在坦克旁边，但是针对这样的袭击，此时的坦克也是无能为力，于是就很快下达了撤退命令，并让士兵们在隐蔽处就地挖设战壕。就在这时，安德森的头痛病又犯了，他只能祈求医生再给他点药物，因为安德森早上已经吃过，医生不想再让他吃，但是以目前的战况，医生只能答应。通讯员科夫曼不幸被炸弹击中身亡，科夫曼是他们队友中第一个牺牲的伙伴，死在他眼前的队友痛哭起来。海军炮火连续轰炸日军4个多小时，显然一点也没有消灭他们。为了能找出日军火箭弹的阵地位置，美军派出了很多士兵去抓日本人，但是那些士兵却把日本人都杀了，杀了他们就很难找到火箭弹的位置，
被抓获的一个日本兵说，在一个山洞里面还有十个人，火箭弹的位置，这个俘虏不知道地点，但可能他的那些在山洞的朋友知道。于是上校命令安德森带领巡逻队前去搜山。他们此次任务只有不到9个小时的时间，搜索队相信了这个日本兵，让他做向导带他们去那个山洞。在决定让这个日本人带路之前，他们曾怀疑是日军的圈套，因为他们已经领教过，当时去了25人去接受日军的投降，结果是日军的诈降，25人只有3个活着回来。但这个日本兵看似不像骗人，他又累又饿，他想活着回家。他们到达地点之后，经过日本兵向导的喊话，山洞里出来了2个举着白旗的日军。但是就在他们走到美国兵面前的时候，身后洞口的日军端起机枪向这些投降的同伴扫射，还致使一名美军眼睛严重受伤，反抗的日军被打死。这就可以看出日军的下限有多低，为了战争他们使出了任何的手段。洞里想投降的日本兵说，都是长官的主意，他们愿意投降。翻译官约翰森自己去接收这些投降的日军，5个人只有3个接受了劝降，其余2个都效忠天皇了。而那个没被打死的日军上尉竟然能说英语，他不想活着，想尽快让美军士兵打死自己。这时远处又袭来了炮弹，他们只能进入日军的洞穴隐蔽。他们找来一个日军老人问话，但是他被吓得什么也不知道。翻译官约翰森分析了火箭弹袭来的位置，却被旁边懂英文的日本兵听到。另外一名日军为了一包香烟，把他自己知道的都说了出来。因他战前在东京做导游，所以英文说得很好。他现在是一名卡车司机，往那片甘蔗地运过东西，就是不知道是做什么的。这时外面的迫击炮停止了炮击，安德森命令大家带着俘虏走出山洞。他们交替着渡过河流，在一处山坡前，他们遇到了日军的狙击手布列蒂，差点被偷袭的日军打死。于是他满怀愤怒回到俘虏面前，要杀了这些人。贝基慢慢劝说他放下了武器，但是由于布列蒂拉了一下步枪，贝基失手打死了他。等到安德森回来的时候，才知道他们又损失了一名伙伴。埋葬好了队友之后，他们继续出发。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受伤的那个日军顺走了一把刺刀。安德森在路途中看到了医生，他受伤严重，没和安德森说几句话他就死了。之后安德森带着俘虏回到了临时指挥所，这时距离总攻只有90分钟的时间。上校命令他们尽快审讯俘虏，找出火箭弹的具体位置。指挥所被轰炸的时候，那个日本伤兵用刺刀剖腹自杀了。日军俘虏中除了那个卡车司机，其他人都没有张口。这是迪克曼从布列蒂的衣物中找到一张纸条，上面标示的就是一个火力点，但是在地图上比对起来非常困难。翻译官约翰森从这些俘虏当中发现了蛛丝马迹，一个被惊吓的日军老人跪下给那个不怎么说话的战俘磕头，这显然那个人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士兵，而是一个军官，但他只能说出自己的名字和军衔，其他的一概不说。约翰森从和俘虏谈话的语句中也发现了重要线索，那个日本军官说过声东击西这个词语，于是给了约翰森灵感。日本人想我们认为火箭弹放在后坡上，这就说明火箭弹肯定在前坡的隧道处。问题一下被揭开，使他们从地图中找到了前坡火箭弹的位置。上校命令部下向空军呼叫，炸毁那些讨厌的火箭弹，一切就绪。美军的空军端掉了前坡的火箭弹基地，这也标志着日军失去了最后的强大火力，等待他们呢就是被盟军消灭。电影到这里全部结束。火海浴血战一篇中以安德森带领的巡逻队寻找日军的火箭炮阵地展开，他们与这些日军斗智斗勇，就好像特工跟特工过招，以最终美军发现火箭炮的阵地为结尾。日军已经是强弩之末，也只能做困守之斗，甚至他们以自杀式的行动，致使很多美军伤亡。安德森最信任的医生在战斗中死去，他的学生克罗也在最后牺牲，这对他的打击太深。一部1951年上映的战争片，跟现在的任何战争片相比，都不可能是制作精良的。以现在的标准，不能去衡量60年前的电影。虽然被许多网友得出粗制滥造的评价，但他在那个年代也算是一部不错的战争电影。好了，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